快过年了，免不了舟车劳顿。李博士找一个靠谱的方法送给容易晕车的你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此学在经络穴位书中如此记载，尺周二尽在学习人体 X 型平衡法后为之心入冷风而导致呕吐时无意中发现的，并经众多患者验证，方法简单易行，疗效奇特极快，推广普及方便。周二尽的发现无论是为经络穴位还是 X 型法，可以说是填补了空白。按压穴位时应注意，一必须剪平施术手的大拇指甲，免得损伤被压穴位皮肤，二拇指尖要压在二三手指掌骨间，不要横压在二三手指掌骨上，在感到有晕现象时压穴效果为最好。三一般用自己右手大拇指按压自己的左手穴位上，既要压在高声点及最痛点或酸上为有效，按压力度以能承受为好，不痛则无效。四压住穴位不要动，时间不限，一般很快就会缓解和痊愈。五此穴位双手双脚的对应点均有，一般压一个手穴就可以了，粘肿的位增强疗效，可压双手或和双脚的对应点也可，没有男左女右之分。为感谢周尔进先生的造福人民之举，特命此穴为尔进穴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